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dy， 一个完美的造型除了替我们的妆容、发型和衫之外呢，我们对眼睛都很重要的。大家应该有发现我拍片整天都会戴不同的 Colorcon， 除了看上去比较有精神之外呢，不同款的 Colorcon 戴完出来整个感觉都可以很不一样的。接下来大家应该很多圣诞 party 去，有很多不同的造型，所以呢我们都可以衬回不同款的 Colorcon 的。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个性价比超高的隐形眼镜网站 Pink Icon。唔经唔觉 ，Pink Icon 已经开咗10年，我自己都系会员嚟噶，非常之有信誉。佢哋有第一手嚟自韩国同埋日本热卖嘅 Colorcon 款式，而且全部都系正品，质素绝对有保证。买 con 最紧要戴得安心啊嘛！而且 Pink Icon 佢哋有自家 app 里面嘅款式咧，系多达300多款咁多噶。通常咧，我都会介绍朋友去买佢哋全场入行 mix 款，买4送1优惠。而且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快闪优惠，性价比好高啦。不同的日康月康都有多重优惠，甚至乎连透明的隐形眼镜都会有 discount 添啊！而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在 Pink Icon 那里买 con， 可以试下用他们的 app 落单啊，还会有试片送的。今次我就会同 Pink Icon 联成，准备了观众朋友限时节上节优惠。由即日起去到12月26日，在 Pink Icon 购物折扣满500元或以上，再在付款的时候输入我的优惠码，就可以即刻获得额外9折的优惠噶啦。配合全场75折优惠，即是咧你600折就已经可以入手深水的日韩 con 噶啦。成日同大家介绍 day con， 今日第一款咧就不如试下介绍月 con 啦。Moonlight 是 Olens 最新款的月 con， 它亦都是升级版的 Fifi Ring。 如果你平时已经有戴开 Fifi Ring， 想个着色直径再大多少少的话呢，就可以揀它的了。而讲起 Olens 的王牌系列 Fifi Ring， 我平时戴开啡色的嘛，它们最新出了这个 One Day Pink 的颜色，非常之甜美，亦都很自然的。我冇讲错啦 ，BB ring 带出嚟嘅效果咁自然，趁日常嘅妆容、日常嘅穿搭咧，都绝对冇问题噶。重点系呢一个颜色系自然得嚟，但有少少嘅特别，绝对系一个焦点嚟噶。既然讲开 Olens， 就讲埋我手上边呢一个款啦，佢都系新款嚟噶。我觉得呢一副 con 嘅黑色同埋琥珀棕色双色设计咧，系好适合一啲型格嘅造型噶。而且 Olens 嘅 One Day Con 咧，系采用咗独家嘅 Push Con 保湿物料，透气度好高，就算戴全日咧都唔会唔舒服。头先话 Pink Icon 系韩国同埋日本隐形眼镜都有噶嘛，咁所以接住落嚟就讲下一款日本 con 啦。呢一款佢系冇外框嘅，咁所以就要靠翻本身嘅眼珠颜色同埋大细做翻个外圈出嚟。我觉得佢嘅混血感系好重啦，佢嘅颜色咧系有一种高级嘅银灰色啊，系非常之靓嘅一款 con 嚟噶。然后下一款都系我好中意嘅牌子 Rivia， 而家佢哋仲出咗抗蓝光系列添啊！这个系列一共有4色，而我手上面咧就是 Noble Barrier， 它的颜色咧系非常之自然啦，系好似好有精神、好透亮、好 bling bling 咁样，但系一啲都唔觉得你戴咗 Colorcon 噶，系好适合我哋日常每一日用嘅 Colorcon 嚟噶。然后仲有呢两个铃木爱你同款，佢哋都系嚟自 Candy Magic。佢系日系隐形眼镜嘅大眼款必备啊！大家会见到戴咗上去之后咧，嗰、那个放大效果系非常之明显啦，但系咧唔会令到我哋冇晒眼白噶，系一个好精灵嘅状态嚟噶。咁而家咧我就用紧 Date Brown 呢个颜色啦，咁仲有另一个颜色都想示范埋俾大家望下嘅。头先嘅 Date Brown 适合一啲平时鍾意戴开啡色 con 嘅朋友仔，而如果你戴惯灰色 con 嘅话呢，呢一对 Sherry Grage 啱晒你呀，佢係好有个性嘅雾灰色嚟㗎。最后嚟到呢一款呢就係 Decorative 啦。
呢一隻 con 嘅灰藍色漸變係好顯色，成隻眼望落去有水汪汪嘅感覺噶。如果你平時覺得啡色 con 太自然，想喺節日啦、聖誕節嘅時候有少少特別，望落去有個焦點嘅話咧，佢就啱曬啦。希望今日咧呢一個 con 嘅示範可以俾多一啲參考價值大家。而如果大家中意今日條片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channel， 我每個禮拜都 upload 兩條新片，逢星期六下晝3點同埋星期日下晝12點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